也不甘心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烧还不甘心，为啥呢？有原因不？他调戏我？没有，我哪敢调戏你啊？你说我调戏你，我就是调戏你，行不行？把我小彩蛋给我。那我能说我没有吗？说没有也是狡辩了。我的小妮子，我认识你吗，哥哥？欢迎希腊的哥哥。咱们家有病的哥娃上上哥哥们马上就要到了，哥哥们2000早上就脱了啊，见过吗？我都说的不是哥哥，你们哪的？你看我坐标就知道，哥哥是不是哥哥们？咱们家有病的哥哥上上哥哥们。等我到了不让你们看，我操！都一百四十九万，那个封场了，哥哥。到2000的时候，咱们就开始了，哥哥。感谢我哥哥。充一百多少吗？是在我这吗？是在我这吗？我是想重新认识你，可是你，我也想重新认识你，好吧？我们都重新认识一下。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自我。
菜呢？那不是全新一下认识一下，认识一下吗？我平安哥，你别给我刷棒棒糖，哥哥，棒棒糖不中奖。哥哥老王敲门了，是你吗？哥哥，是你给我敲门的吗？伤害是什么？我的天哪！我挑衅你就是伤害你啊！我的天哪！你！这属于玩笑吧，哥哥？这属于玩笑级别的吧？这属于增进感情的级别吧？我的天哪！你怎么能认为我是伤害你呢？什么是伤害？你懂吗？我给你讲一下，伤害就是你站在我面前，我啪打你耳光，这叫伤害。我又够不着你，也打不了你的，我的天哪！怎么能叫伤害？大军。